欢迎收看今天的开箱不卡卡，今天来开很酷的 Topps Mini。顾名思义，里面就是缩小版的卡片。那卡片的设计呢，就跟 Series 1、Series 2 还有 Update 是一样的。这一盒的部分呢，是在 Topps 官网上独家贩售的，当然现在 eBay 也找得到，价格大概落在50美金左右。今天呢，特别准备了三盒要来开箱给大家看看。这一盒里面呢，总共会有35张的卡片，那可以找到2张的 Insert， 还有3张的平行卡。那平行卡的部分呢，有可能是限量的或是没有限量的，当然也有一些几率呢可以找到签名卡，但这真的几率还蛮低的，就是超级超级多盒才有可能出一张的签名卡。大家可以看这边是要1:32，所以等于要抽32盒这个 Topps Mini 才有机会可以出到一张的签名。OK，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来开这三盒给大家看咯。首先先来第一盒，之前看其他 YouTuber 开箱，几乎每一盒里面会有2-3张的限量卡，那就希望限量的部分可以是对的人咯。打开来之后，里面会直接有一包的卡包，然后有一个很像米血糕的这个缓冲垫，我们就来开启第一包哦。当然还是希望可以抽到一些 Julio Rodriguez。 OK， 首先第一张普卡 Yelich，这个卡片真的超小张的哦，来一张红色的，应该是有限量的 Max Kepler 哦，限量五张，限量五张的 Max Kepler， 第一包就抽到一张低限量 Molina。一张蓝色的是 Hunter Streetland， 哇，限量10张的 Hunter Streetland， 希望可以来一些新人卡 Castro， 哦 ，Austin Warren。Nick Fortis， 粉红色的是 Dan Downing， 粉红色的是限量25张的，一张 Jeremy Pena 的缩小版新人卡，缩小版卡片有点可爱。勇士，一张 Shen Buzz， 和 Dancing in Detroit， 和特卡部分是 Carl Ripken Jr.， 一张 Sunny Gray， 最后是 O'Neill Cruz， 限量10张的 ，Oh my God，O'Neill Cruz， 限量10张的哎。算是有对人呢，太夸张了！这一盒出了4张限量卡，还有一张 Pena， 把普卡跟一般的新人整理到旁边去好了。直接出一张限量10张的 O'Neill Cruz， 太夸张了！太夸张了，第一盒就出了一张 Pena 普通的新人卡，然后一张 O'Neill Cruz 限量10张，然后一张 Dan Downing 也是限量25张，一张 Hunter Strickland
也是限量十张，还有一张 Max Kepler 限量五张的，这个系列真的太夸张了，我的天啊！ OK， 第一盒就直接先满意到不行了，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的第二盒，希望可以再接再厉，再来一个 Julio Rodriguez 吧。这个系列很可以耶，光一直抽到限量卡就是觉得很开心。接下来进入第二盒，希望这一盒可以来 Julio Rodriguez。 第一张是 Suzuki， 是 Tyler Gilbert， Alex DeGotti， 然后 Mikey， 粉红色的是 Logan Wade， 然后后面有一张灰色的。Logan Wave 是限量25张的，一张灰色的 Andrew Needs 的人，哦 ，One of One，One of One， 哇哦，有在开玩笑吗 ？One of One 的 Andrew Needs 的人。One of One， 太夸张了吧！卡布瑞拉，哦，后面还有一张蓝色的新人吗？不是 ，Julie's。圈系也是一张限量十张的，限量多到现在看到限量就哇、哦、限量。Joey Bart， 一张纽约洋基队的。哦 ，Steven Kwan Rookie Debut。哦，然后又一张 Shen Bart。刚才也有一张哦 ，Bobby Witt Jr.， 最后一张是 Shohei Ohtani， 哇哦，哇哦，这一盒也很不错哎。一样先把普通的卡片收到旁边，收到 Ohtani 就是一定要装起来的。Bobby Witt Jr. 这是一张限量25张的 Logan Wave， 然后是 One of One 的 Andrew Neisner，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自己开箱的时候抽到 One of One， 觉得还蛮开心的。接下来是限量10张的。最后是一张 Steven Kwan 的 RC， 上面这两排是目前开出的两盒，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系列真的是太夸张了，疯狂的出各种的限量卡，而且几乎都是低限量的部分，然后竟然还抽到了一张 One of One， OK， 真的是超级超级 crazy 的一个卡盒。那接下来进入第三盒，是有观众朋友参与的，盒号是166号。前面两盒开成这样，希望第三盒也可以带给观众朋友好的收获咯。但如果里面有 Julio Rodriguez， 我真的会羡慕到不行。OK， 开
起我们的第三包。哦，这是紫色还是粉红色吗？最后一张。OK， 第一张是 Chris Bryant， Morton Acuna Jr.第一张限量要来了，不是 RC， 是 Nick Omid， 这应该是限量十张，让限量十张的 Nick Omid。哇 ，O'Neal Cruz， 恭喜，这张也不错哦。Otto Joe Ryan。粉红色的是 Mitchell Givens， 这应该是限量25张，第二张限量卡。然后一张红人队的队卡吗？限量25张。一张 MVP Shohei Ohtani 跟 Mike Trout。特卡部分是 Hank Aaron， 还有 Bryce Harper， 最后一张 Andrew McCutchen， 哇，这也是限量25张的哦。OK，Andrew McCutchen。限量25张 Nick Omid， 来是 O'Neal Cruz 的新人卡 Givens， 限量25张的粉色平行的卡，最后是一张红人队限量25张的。OK，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超级无敌夸张的三盒 Topps Mini 的收获，每一盒里面呢都有三张以上的限量卡，真的是还蛮厉害的，所以整体来说还蛮推荐这一盒 Topps Mini。 OK， 那以上呢第一排是今天第一盒的重点，第二排是第二盒，第三排是第三盒，那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留言告诉我你觉得哪一盒是你心目中抽的最好的卡盒咯。如果你喜欢影片记得要订阅按赞，然后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 OK， 那么开箱不卡卡，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